众多热门赛事，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今天给各位带来西甲分析。皇家社会对上巴萨，皇家社会本赛季成绩提升，进攻端输出稳定，主客场相对稳定，整体关键球能力变强不少。巴萨是西甲豪门，本赛季开局主强客弱明显，赛季初爆冷不少，不过近期成绩回归，收获连胜。本场比赛开出客队让半一，皇家社会近期主力中卫都在休养中，而巴萨状态正火热的情况下，本场宝贝看好巴萨获胜，本场推荐巴萨胜。今日分析就到这里咯，小宝贝欢迎各位球迷们添加进群，可以索取更多的免费赛事推荐，进群请添加 LIFE 176666，名额不限，赶紧加入。